我以为是拉住的。啊，能不能出来一个锤小海的？喵的！ 谁也挣到了奖杯啊！这破天的富贵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？我也在想，这破天的富贵什么时候也能轮得到？哎呦，好闪！哎呦，被他一下子敲死！ 哎呦，坏了，我操作又开始瓜皮型。真烦。大的。 我再吃个冰。那你干嘛？你来的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谁又杀了我？哎，我又杀了谁？ 他怎么一个Q碰到草里了？ Q 的眼没眼。
骂别人，我操！就他这个骂别人，其实是最顶级的。哎呀，快些你都不懂。这些上单能上分，我觉得我有重大的。他是不是农药玩多了？我也觉得。傻笑，哎呦，我怎么直接被秒了？哪家的孩子没教育好啊？好，等一下把这个，这个伤害有点高。中单就是不能缩线，你怎么搞得行？不能缩线。谢谢小雨的魔法书啊，谢谢。有法不会？哪有法不啊？这不往上走了，倒霉，我们好像找到他野，找到他那个野怪的。实在不行，挂机吧。马大夫这两天被抽，已经抽空了，已经。啊？啊？
我榨干他，那我榨完怕是榨不干。你刚更新装备的还能不一样啊？我就更新了一件。水没掉，加不了。我就更新了一件，还是肉装。掉点血。上去砍一刀。100级53。你刚才一刀回了100多呀。得看一个人肉不肉，脆皮的话就回得多。23。120。是吧？主要有些人他是肉，打脆皮的话你，他根据照人的伤害量嘛。对吧？